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从娱乐圈到直播圈，监管再出手吗？那我们看到国家税务总局早前是发布通知，将查税行动从娱乐圈扩展到直播圈，要求是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税收检查。在这个通知曝光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国家税务总局便曝光了两名网络主播涉嫌通过隐匿个人收入、改变收入性质等方式偷税漏税。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仍然在调查之中，可以看到就是杀鸡儆猴，但是这个影响究竟会有多大呢？后续事件还会继续发酵吗？我自己认为那个后续的事件还是会做一个明显的发展。我们看见呢，就是其实在国内的话，现在那个有关的一些娱乐圈的一个整治那方面是比较有明显的一个事件方案出现的。那我们也看见在国内的话，有一些男性的一些艺人，他们现在也有一些的官司，就是也受到一些的事件做一个明显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了好像是跟港股有关的一些的概念的股份，我们看见好像是阅文集团772，他同样就是因为他旗下签了一些 IP 的那一方面的电影电视那一方面的一些业务，但是如果旗下的一些艺人他们拍了有关的一些的电影或者是电视，但是他们自身的形象那方面做得不太好的话，也会影响到他的那个股价。在之前我们也看见，就是在国内的话，吴姓的艺人他现在因为官司的话，现在还是扣查在北京那方面的警方的一些事件，但是他旗下在772阅文集团的有一个句子，就是有一个电影，他也就是也有一个份去做一个排协的，因为他现在形象的那个问题也影响到公司，现在也不可以就是出版有关的一些电影，所以呢也会影响到他现在的那个股价呢，也有一个向下的那个方向。暂时我们看见了有关的一些相关概念的一些股份，好像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阅文集团，现在他在那股价那方面已经串破到60块以下的水平，到58块这个水平，我看他的股价还是也有一个压力，就是不下去。因为现在你看见就是如果娱乐圈那方面的整治的话，还是也有一个比较漫长那方面的事件的话，你看见有关的概念股还是也有影响。另外一方面，今天也看见哔哩哔哩的跌幅也就是蛮大的，我们看见它跌幅也超过9%到10%这个水平，就是因为有关的一些评论的文章也会影响到它直播那方面的一些权利。今天也看见就是在国内也有一些评论的文章去批评一些国内的一些男艺人，他们做一些夸张的那方面的一些的手法，认为他就是他们在外表那方面、形象那方面也做得不太好，所以我自己认为呢，在一些艺人的漏税、偷税，还有他们行为那一方面，国内还是会有一个整治的行动。相关的一些概念股，我们说的就是哔哩哔哩，还有就是阅文集团等等，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它的股价，也有一个估下去的压力。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在整体板块个股方面呢，就是因为刚刚所聊到的两位网络主播涉嫌偷税漏税立案调查， A 股这一方面网红经济概念股可以说是集体下挫。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聊到的，在美股这一方面科技股下跌，也是影响到了港股当中的一些科技股。所以说呢，双重影响之下呢，今天看到哔哩哔哩确实是下跌了一成，目前是见到了510元，接近于一个月低位的一个位置。您认为这一成左右的一个跌幅是否是反应过度呢？其实呢，今天我看见呢，就是港股那方面的跌幅那方面是比较有也有一个承压的一个压力。那现在你看见下午的话，现在已经升幅做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反弹，也升超过150点这个水平。在昨天的时候，看见美股的那个下挫是很明显的，因为也看见就是联储局呢，还有它缩表那方面的一个事情的话，很多人会看见就是缩表最快可能是在11月份就会开始了。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就是耶伦，他也就是发表了有关的一些言论，就是说就是在美国债务那方面也要做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也看见美国的一个美元指数那方面美元就是比较蛮强，所以对港股的承压压力是比较蛮大。今天港股一开盘的时候，爱回我看见虽然受到爱回的影响，但是跌幅也没有超过2%这个水平，还是可以可控在200多点那方面的跌幅，到现在跌幅收窄做一个明显的反弹就是蛮好的。所以我自己认为呢，就是你看见有关的一些科技股，现在好像是美团或者是那个腾讯，他们的跌幅那方面也有明显的收窄，但是哔哩哔哩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官媒他们对一些的直播的一些艺人代课的一些人做一些评论的话，暂时就是因为事件那方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快手这一方面，近日呢我们看到它是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涉及到的领域就包括了游戏、电商等业务部门，而且它也是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日均搜索次数是超过了3亿。今年呢它也会重点打造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快手可以说已经是正式加入到了中国互联网的搜索战局。那加入搜索战局究竟意味着什么，会改变什么？昨天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是有所反弹的，但是今天呢同样是下跌超过5%之后，现在呢这个跌幅已经有所收窄了。为什么跟这个哔哩哔哩去做比较的话，它的这个韧性可能会体现出来了，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之前认为它的韧性的话，就是因为呢你看见它的那个股价已经从300多块那个水平已经跌到一个100多块，就甚至我们最近看见已经80多块这个水平的话，就已经也有一个高回回吐的那个情况。但是那个哔哩哔哩你看见它股价还是站稳在500多块这个水平，就是蛮高的那个水平。估值那方面的话，对比现在快手的话是高了很多，所以为什么你看见有关的一些官媒的消息为什么会对它的影响会比较蛮明显。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说快手的话之前有很多人就是也会也有一些沽空的那方面的一些行动对于那个快手，所以对它股价那方面的承压是长期也有一个影响。但是最近你看见它股价那方面的话，在之前曾经是80多块反弹到100多块这个水平，最近也有一点点的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没有哔哩哔哩今天跌幅超过9%到10%那么大的话，也有卸淡仓的那个情况出现。所以我自己认为的话，就是因为哔哩哔哩现在对比快手估值还是蛮高，它对比快手的话还是慢一点才做一个下挫，所以为什么今天它的反应会对比快手会有那么大的那个情况。还是因为早前呢估值有点过高，所以今天的这个跌幅会显得比较明显一点了。另外说完这些短视频概念股，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阿里这一方面。昨天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阿里腾讯破冰，确认旗下 APP 接入到微信支付，李昂就表示呢，开放平台实际上最有利的就是阿里。我们看到阿里昨天也是从谷底反弹超过6%，但是同样是受到外围科技股大跌的影响，今天阿里这一方面就出现了回落。今天呢也是跟随着大市的下午的一个回升，看到跌幅是收窄了。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走势和格局好像就是高兴一天失望几天这样的一个行情，未来在阿里身上还会持续上演这样的戏码吗？我可以说就是现在腾讯还有阿里巴巴他们的行动的话，很多的一些投资者会看有一个破冰那方面的感觉。因为你看见现在在国内的话，他们也就是比较鼓励一下你把有关的一些资料或者是也有有关的一些通信那方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分享。那在之前我们看见腾讯它旗下的腾讯音乐 QQ 音乐就是因为垄断了很多在国内的一些音乐的版权，现在也做一个明显的开放，所以现在阿里还有就是腾讯他们也有联手把他们有关的资料就是开放出去，也不会有那个垄断的那个情况的话，我自己认为其实对他们两个建公司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蛮好的那方面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也看见有关的消息对阿里巴巴的那个提振就是比较蛮多，但是因为阿里巴巴自身的话还是受一些政治的一些忧虑做一个担忧，所以对他的股价那方面你看见也没有现在美团还有就是腾讯那一方面反弹的那么明显，到现在股价还是在 IPO 以下的那个水平还是有一点影响。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政治的因素对他就是公司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蛮明显的。